企业特别大的企业有社会责任嘛。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了，是吧？帮你修路，帮你啊修学校，啊帮你搞点资助，啊这个它更简单。而产业的发展，它有它市场的规律，啊，那么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企业会有积极性去做？因为从如果有完全的市场机制，那企业啊，合作社啊，这个能人大夫啊，他是愿意跟能人合作的，他效率更高，嗯。所以你现在要让他带贫困户，显然你也要有某种政策支持或激励。我讲的就是把各种资源组合起来，让每一个参与的主体，都不会在这个过程中间受损，要形成一种双赢的这种局面。我们的中国的扶贫体制叫政府主导，全社会参与，全社会里面包括市场，没有市场参与也是不行的。所以政府需要动员各种力量，是吧？形成完善的这种扶贫的体制机制啊，各种政策体系，这个很重要。但是完全靠政府，你也不可能打赢多少供应链。